快点！有人！大哥，你能干点啥？你看看，干啥啥不行，吃饭第一名，真的。哎呦我的妈！滚！干什么？滚！你来搞，老子不干了，你来。明天给我进厂打螺丝去，看见你就烦。你在那磨磨唧唧的，打死你！你干什么？炸！你要小心点啊！啊！你要干什么？气死我了！啊！走，慢点。